无，咱来相处啊。像无标着，就退出武山集团的经营，袂当插手母家的代志，安怎？好，咱就来相处。像无标着，想得退出武山集团，信任这牛爸，一定是背后有甚么恶毒的手段。依林，你千万袂当让伊刺激，去中着伊的计。好啊，咱就来相处。像无标着，就退出武山集团。真好。然后呢，你就要讲会搞，做会搞。要到时阵，我靠日月星饭店，别条条棒啊！嗯，好啊。那呢哦，咱即马就来写字条，在条拢是见证人，你敢不？口说无凭啊！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，嘛较有保障。我当然敢。阿姐啊，我感觉你的输面较大呢。我会输？你有真正这样巴啊？那不安尼啊，你嘛来跟我小输啊？我若是标着啊，你就要为母甲死出去，永远卖去出现伫我面头前。那阿姐，你即马是咧讲啥？看花无投标啊！你看团是要创啥？你敢不知道你即马是印堂发黑，而且阁乌云罩顶，你无啥物颜面的啊！好啊，你要小输先，我着甲你小输。我若输，我随离开武家；啊，你若输，你武山集团副总的位置，等你火化，安怎？我不要出现啊，就给我进、欸。明明是你弄的，搁叫你瞎掰。阿哪，是输赢你？输什么赢？什么我弄的？你把骨搞弄，你把讲我给你弄，是你弄过来的，好不好？明明就是你弄的，搁会晓？你这个行动神主牌。哎呦，阿哪，这两个人较巧呢。是无我巧啦，我有行车记录器啦，看到底是你把骨还是我认真真弄的。无你今晚想要安怎？你讲啊。嘿阿姑。好啦，收到去啊！别跟这种人回家了。喂，我还没讲完，就是要走啊，不这么简单啦！别手甲动手，安娜，手甲动手，安娜，你别听救救人啦！咱叫警察啦，别听救啦！你叫警察去叫咩？是，是无人要走啦，你别救好不？放手啦，安娜，放手啦！哦，你这鲁莽行为呢？好啊，那卖讲叫我啦，你放手啦！啊，哎呀，好啊，当然唔对啦，再钱哦，我你摕去食药啊！哎，弄得两个准备走啊！就跟伊冇成功嘞，我嘛就惊伊，我拄啊抢阿手面，我偷做伊走。伊若是要出招啊，那个顺延伊。有危险啊，可能是礼貌甲智慧，弄。好指标，日月星饭店。哪呢啊？
你敢是填唔着表单啊？不可能啊！我亲手扛入去啊！安尼就是陈忠信做后果。我知啊，一定伫咱处理行政纠纷的时阵，因找时机偷换。哎呀，好啦，拄则就甲你讲啊，唔通什么代志哦，拢无留阮阮家来。是讲啊，吴玉莲，你竟然用个空白表单，这真阮料想袂到哦。第二标阳光电厂，八十二亿一千五百万。地标是八十二亿，这个土地价值九百亿，我开八十二亿。3880万，已经无算贵了。你是要用这么低的价钱标着？不过啊，也是要偷摕我的标单啦。哎呦，依林啊，你开这么贵的价钱啊？咱五山集团的钱，敢不是会当让你安尼白开的？你若为着要得标，就安尼给我白开的钱，你归去啦，开100亿，安尼就无人跟你争啊。第三标国营建设，八十二亿2880万，上关键得标。多谢大家的收听啦，多谢多谢。你不是靠社会讲，上济只会出到82亿啊，1000万，一标到就提出3成的标价。恁国营建设，到总共是把手巾仔存好大，嘛只会当借出24亿6000万。恁哪有遐尼侪钱摕出来标土地啊？唔是啊，啊这届就是阮标到的啊。我看恁根本就是台湾的，我见啊。你现金也提不出来，赶快是流标了。拍摄，给你现金掉啊！慢点，我是一个大老板，你别惊，我来。张少奇，这家你又搁有啥物期待啊？简单来讲啊。阮国际喜悦第一阵子嘛，已经并购国营建设啊。为着要维持这经营的稳定，阮和原来团队继续来划。要唔过，赶快是属于阮国际喜悦子公司。所以你想，这20亿的资金，阮敢提袂出来？我们表示在土地会跟日月新饭店同齐拍拼，维护环境保育，让咱的观光更加丰富。吴依林，总统，多谢你的斗三工。当，阿公这，当，妈，你看。这个冰箱吧，庆功啊！我翁即马就要做五山集团副总呢，当然嘛要庆祝一下。阿公、阿妈，以后我会认真来做，请您多多指教。指教你的头啦！你到底是有什么资格做五山集团副总？啊，都有啦，来。哦，这是小腾腾的切结书，在场的人吼拢有见证啦。啊，我一听到这好消息的时阵，我就吼随气压伊几啦百分。这三角拉旗果是我家做的，都我手就酸的，都要让大家做伙庆祝。来，来，
算有脑啦，白纸后你写个清清楚楚。阿妈，你嘛有签名呢？妈，你别讲话无算话哦。愿赌服输，阿娜，你是要订亲，无要认输啊？武山集团副总这位置有我尔重要，敢是会当摕来相输的？就算讲我愿意，阮爸妈嘛无愿意啊。妈，你现在是武山的代理董事长，你来做决定。既然大家进前有约束，契约书嘛已经签过啊，都爱照聘照行啦。先贤，为今麦开始，你都爱退出武山集团。凯宏，为今麦开始，你就是武山集团的副总了。阿妈英明，阿妈公正，阿妈万岁！阿妈，你真正是一个足公平，又搁讲你的时代。多谢你，站在正义这边。我不服，你哪会当承认这约束啊？副总这位置我尔重要，敢是会当摕来讲耍笑的？你是头壳无清楚啊？是？你搁较伫个遮大细声，偷看伊人的代表，又搁替人偷换伊的标书。伊人哦是无愿意加讲啦，啊，不过现场哦，人传消息来给我啦，东东姐武山集团的副总啊，竟然做出这么卑鄙的代志，对付家己的孙啊，哎，传出去敢会听呀？我跟你讲，就算无这份切结书哦，我赶快给你洗头路啊！爸，爸，你嘛无同意让廖凯峰做副总的对吧？你根本就无够资格啊！我承认是我做唔到代志啊，我不应该安尼做诶。啊，不过，我看状况，我拢是为着咱武山集团好嘛。就算是安尼，你也袂当予这个更加害的人掠咱武山集团啊！哎，你到底是有啥物资格讲凯宏？凯宏伫这段时间哦，安安分分认真做代志。虽然讲伊无啥物功劳啦，啊，不过至少伊无犯错啊，无参像你啦，规工哦都会做一寡有诶无诶，武山集团哦，拢面子拢会下了了啊。阿杰啊，啊你毋是甲我小输，啊你即马输啊，搁无愿意认输，你搁嫌弃哦，你诶背离无够重啦，卖少想想要做副总啦，阿杰啊。火气卖这么大啦！啊，来啦，饮茶啦！哦哦，你，哎，阿姐，茶是用来啉的，不是用来洗面的啦！你个，哎，真正是欠架势的！爸，不准你来小怕！爸，爸。这拢是伊林甲强大的串通好势来陷害我，我才会失去这个标案的。你嘛真看袂起这个行为对吧？而且，敢讲你真正愿意甲副总这个位置交予这小白脸来做？你若真正接受，我绝对无第二句话，予你来决定。莫搁在遮甲恁爸爸怒啊啦！你哦，行李款款的啊，紧离开母家啦！啊，若无哦，恁爸爸只会愈来愈生气尔。爸，我刚才听你的指示，只要你愿意花这个机会，谁都无法度把我赶走。